哇，从半场一路回运啊！天哪，太不可思议了，果然回到了五分差。这球会让宫田智士气重新打起来，真的。高国豪神来一笔啊，天外飞来一笔。Byron Mullins 这个转身要单挑辛巴没进，篮板球辛巴抓到。以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哦，在辛巴的阵容当中，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哦，不管是得分或者是大锁的能力。田肯尼在最近三场比赛总共只出手17次，高国豪一个拉霍克近况也是相当好。哇，在比赛的一开始哦，拉出了一个高强度，两边的命中率都还算蛮不错的。嗯。高强度，辛巴说我也略懂了，我的度是肚子的度。郭少杰的外线没有，那我也蛮懂的。落后喽，关键还是要减少失误。嗯，然后在可能篮板之后的转换回防上面，工程师要更及时。是。高国豪，哇，这个传球！好，辛巴，这球被拨了一下，外面是郭少杰。今天自从首节命中两颗三分球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外线进账。没错。打好了三分球，这是看个人能力能不能够投进啊！所以心脏真的够大。过去在践行的时候就不断的上演这种大号的三分球，现在两队只差两分了。张文鼎在底线不断的寻找队友，不过这一次的传球完全被高国豪给抽到，法攻法师快攻的三分弹也有了。那么在赛前的图表也带大家看到，其实勇士队最近这一段时间打的之所以比较辛苦的原因是，他们的防守其实并不是做得像开季的时候那么扎实哦。场均的失分呢，近四战呢来到了98.75分。那现在看起来这一点在第一节是有修正。是，的确啊，这个哦，林明义在禁区，工程师的球，高国豪。漂亮的 crossover 急停跳投有了，高角度得分 ，Randle Walker。一样再把球给底线的带好，那单打 Walker， 这个脚步精准。休息。一样是接到篮底下，被挑战他们本季的单场新高。工程师的得分也已经来到96。外线法师打到前框。法师虽然说今天的得分在第三节是爆量的提升，但还是在外围的手感比较冷。嗯，